大家好，我是一球，这里有 50K 的速销卡包，出了一个83加的升级 SBC， 奖励10张83以上数值的球员，需要先集一套84，再加一张赛季蓝或者黑卡，40的化学，成本10多万吧，还好哎。荣耀之路的所有更新都结束了，最后三张卡，阿根廷的这两张六胜啊，都拿到了双五星，桑切斯升了两点到95。又出了周赛 Plus 的任务，但这次不限制国籍，所以胜场要求的就多一点，10胜、16胜和22胜，有球员挑选的机会。出了迪玛利亚这张97的特殊卡，55万左右吧，需要四套阵容，84、85、86、87。花式本来就有五星啊，逆足提升到了4星。左脚180的身高，高中的心态，身体模型是他自己的，有 Flyer 和外脚背射门的特技，数据上看着还是挺不错的。但是评测里说他自己这个模型啊不是很版本，虽然数据上看着不错，但控起球来的灵敏度啊还是不如那些版本卡，射门还是挺不错的，总的来说性价比不是太好，但是他和大巴黎有好多绿线啊还是挺不错的。最后是活动挑战 SBC， 80的总评加85的化学，要注意的是要有4个球员啊是相同国籍的，联赛至少3个，奖励的是可交易的闪卡全包，里面有12个球员，金银各半。好，就以上，谢谢观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